Go getter 有冲劲和进取心的人，实干型的人。Go 就是去嘛，get 拿嘛，那就是比较直接了。Go getter，听听这个，非常的长劲儿，说这个词的时候，所以他就是指实干型的人啦。一般说一个人是 go getter，都是有褒义的，就是说这个人是积极的。所以，咱们举个例子，He's a real go getter. He built up his business from scratch. 就是他是个真正有进取心的人，他是白手起家的。那你描述这个人的时候，你是赞赏他的。